Good morning， 时装周马上要开始了，今天要做一个很大的 fitting。这边是我的衬衣，下面是我的鞋，然后呢，这边是我的西服，然后有西服挑好了以后去配裤子，然后再挑衬衣。这边呢是我的所有这次出差会用的包，然后呢这边是所有的 accessory， 眼镜啦，然后设计师设计的一些珠宝或者是一些青花瓷的一些别针啦，然后会再用在西服上的。反正就是在中国全世界好看的男装的饰品都在我这里了。然后呢到这里的时候呢就会是我所有的裤子，然后呢所有的领结、皮带、领带。那我觉得亚洲艺人当中兵哥的这些赞备都是最强的，就像打这个游戏机我的装备皮肤肯定是最强的。然后呢这一些呢全部都是我的一些夏天穿的西装短裤会备着，然后到最后就是这一排了。这一排呢是几乎我会带去时装周且挑好了的所有的28个 look， 其中我会用26个 look。下面的所有的鞋都会比那边的鞋就全部都是挑出来的，其中有一双还蛮酷的鞋是 LV 的这双鞋。 OK， 我会带他去时装周。 Good luck to me。 在台上会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有，那个鞋子大了很多，然后临时换鞋，然后我就鞋第一套鞋子穿的就大这么多吗？那段还蛮精彩的，就会拿一根小小的橡皮筋或者是说大家看不到的东西稍微固定一下下，但是也很难，就拿脚趾勾住那双鞋，然后走下来我自己又就是要 handle 这个鞋子，最后我还要那个闭幕的时候我是领袖嘛，所以那个速度还要控制。在飞机上度过蛮长的时间，因为十多个小时飞去，下飞机就要工作嘛，所以在飞机上就开始研究怎么样下飞机以后皮肤能更好。后来研究出来一套自己的理论，长途飞机超过8小时以上，用我的理论。棒，我会给大家讲一讲在飞机上怎么样保护皮肤。睡觉前30多分钟先一保湿，在飞机上最花不容易也就是不存的东西，这款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很好用，很便宜的，它是给婴儿用的，这个我也很喜欢。是这样的，面霜在飞机上全都要保湿，所以这是保湿霜，加一下多一点防热的魔镜，比如这个应该是它是很闷油的，没关系。下飞机的时候到底想让我就这个交流，不知道你们